中国原创大型演出《金面盲潮》，大师级制作团队精心打造，200名中外演员倾情奉献，以全新的创意理念铸就中国舞台剧又一新的辉煌。这是发生在部落之间的战争，美丽的金面女王用智慧战胜了来犯的蓝面王，战争过后的金面王朝一片宁静，桑树的绿荫中春蚕吐丝，清清的溪流里鱼儿畅游，在如诗如画的景色中，还有那蚕姑娘们翩翩起舞的身影。被降服的蓝面王率领部下，经过艰辛的努力，终于锻造出了通天神树。当神树升起的时刻，女王释放了战俘，并赐以美酒。女王的宽容深深地感动了蓝面王，女王下令举行盛大的庆典仪式，欢乐的金鸟、吉祥的孔雀、如火的林子和蓝兵们矫健的身姿，把庆典逐步推向高潮。天地阴阳，春秋冬夏，男人女人花前月下，在皎洁的月光里，女王和蓝面王倾心表述内心的情怀。滔天的洪灾突然袭来，为拯救黎民百姓，女王将权杖交给心爱的人，在神树的指引下毅然将自己祭天。人们唱起古老的歌谣，呼唤中充满了对女王的思念，歌声中女王化作美丽的太阳鸟，飞翔在故乡的蓝天上。中国原创大型演出《金面盲潮》，北京欢乐谷华侨城大剧院。